诸位请合掌，坐我念。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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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本愿法。八千万劫难遭遇，八千万劫难遭遇。五根经文得受持，五根经文得受持。愿解弥陀真心意，愿解弥陀真心意。请奉召，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阿弥陀佛。请奉召，下昏咱阁继续来探讨善乐大师的观经思量所。前面咱探讨到第四观善信义，善信义的所问，最后有两段经文与所问是非常的重要。这两段经文与所文是观经一部的结论，所以是非常的重要。请大家翻开经本，第297页倒数第二行，先来看观经的经文：若念佛者，当地处灵。这是临终分得离会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，当坐道场，成住家。这段观经的经文叫做分得离会之文，是世尊对咱念佛人的赞叹。也是世尊对咱念佛人受记将来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，所以观经这段经文，诸位菩萨，你一定要牢记在心，并且好好体会经义。对善乐大师所开示的所问，彻底了解这段经文的真义。我相信你根据观经这段经文来修学净土教法，内心必定是安心自在，而且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件事，你的心中未有怀疑，你的心中绝对是肯定。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，请大家再次来读一遍，好不好？若念佛者，当地处灵，这是临终分得离会，观世音菩萨，大势至菩萨，为其圣友，当坐道场。先住家，首先是简要将这段经文意思解说一下，然后咱再来引用善乐大师所文的解说。那你对这段经文就能呢相当的体会，相信你念佛的心是安心自在。若念佛者，就是念佛的人。念佛的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临终分得离会。临终这两字是指行善之人，并非行恶之人。念佛之人是一切行善之人之中
上稀有难得的人，分得离花是梵语，翻成汉语的意思就是白莲花。白莲花代表尊贵、清芳、高尚、稀有、难得、纯洁。所以念佛人就是人中上尊贵的人，念佛人就是人中上稀有的人，念佛人就是人中上难得的人。念佛人，男子就是善男子，女人就是善女人。念佛人就是人中之良，人中之凶。所以对这段经文，咱可以体会世尊对念佛人赞叹的用意。世尊的赞叹是真实，是不虚。为什么念佛人是这么啊难得的人？因为念佛人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成佛作主。念佛人成就菩提，可以广度众生。一切众生之中最难能可贵的人，就是念佛之人。因为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所以一个将来成佛的人，当然稀有难得尊贵。诸位菩萨，如果你看有人足用功念佛，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千恩万德，你知影伊遮尼用功的念佛，将来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相信你心中除了对生出赞叹肯定以外，更会敬仰着伊的修行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真自然的心理。譬如某某高僧，伊非常有修行，甚至呢修到会当知影自己将来去处，甚至啊修到以地时至，真有道德，真有学问，真有涵养，真有修持。咱看到这么有修行的高僧大德，自然咱的心中会生出敬仰之心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咱看到佛菩萨庄严的圣像，自然就对佛菩萨生出敬仰之心。所以念佛人确实就是人中分得离花。随着我每天称念阿弥陀的圣号，咱有在心中思维自己，被世尊赞叹为人中分得离花的道理无？如果你若了解念佛人，就是人中的分得离花，那世尊的赞叹，你有感觉非常的光荣无？如果无，那恐怕你对这句佛号的体解也毋是真深的。如果你知影阿弥陀佛用这句名号要救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牺牲了无数的生命，是付出了许多的心血，是舍身舍命成就不可思议圆满功德。那你伫这句名号，就是为了要让你得受清凉，往生成佛。你一心归命弥陀诸佛，好好啊称念六字歌号南无阿弥陀佛，我相信你就会感觉自己能够念佛，实在是非常的幸福，实在非常的光荣。能够呢念到这句诸善万行的六字方面南无阿弥陀佛，使自己的生命转换成圣，离苦得乐，使自己的未来得到成佛的无上大利，
所以念到这句佛的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心中是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感动，也对阿弥陀佛为自己的付出呢，有无限的感恩之心。自然清念这句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当下，内心是感觉非常的庆幸，庆幸自己在无数劫以来生死轮回，跟了今生出世，遇到六字果号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当咱进入三宝门中，得悟这句佛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心归命阿弥陀佛。听闻这句佛阿弥陀佛，悲心的召唤。当你念这句佛的迈向西方极乐世界一步，你不就是被阿弥陀佛请到了吗？南无师兄以来在三界六道的沉沦流浪，也实在是太久了。讲起来，咱实在是足可怜的众生。所以《楞严经》呢，世尊称阿难为可怜悯者，虽上就是咧称呼咱凡夫众生。在三界六道有生死的凡夫众生，就是可怜悯者，非常可怜的人，大力佛的怜悯，诸位菩萨，咱今生出世得遇到这两字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真庆幸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希望啊！庆幸一生就是无数劫以来生死轮回最后一世啊，从此呢跳脱三界苦轮，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不是临终的分道离会啊？是世尊的赞叹，一点啊无唔对，甲世尊感恩拍膊啊！观世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为其善友，看到这段经文，心中不但有感恩，而且搁有欣慰。念佛人是观世菩萨，是大势至菩萨的善友。善友就是亲友啊，又称的善友。也就是阿弥陀经所讲的诸上善人，诸位菩萨，你我是凡夫。当然，诸位菩萨之中，哪有人是佛菩萨来示现的？另当别论。我现在所讲的道理是要讲给凡夫听。如果你是佛菩萨来示现的，啊，可以唔免听无妨。咱是凡夫。竟然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将咱当作是善友、是善友、是亲友，安尼有感觉非常的荣幸无？有，内心实在真荣幸、真欣慰，感觉真欢喜。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是何等伟大慈悲的大菩萨！将咱凡夫当作善友，只因为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那不是因为咱念佛，咱是有什么资格做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这样了不起菩萨的善友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对这个道理，咱来体会念这句佛的南无阿弥陀。它是非常的尊贵，是不是啊？世尊所赞叹的，一点啊无唔对。那每天清凉南无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将咱当作亲友，予人感觉非常光荣。所以念这句佛呢，不但阿弥陀真欢喜，观世音菩萨也真欢喜。大势至菩萨的真欢喜，就是说个人虽然是凡夫，我嘛真欢喜，因为我刚经说法，弘法利生，就是要鼓励大家念佛，迈向西方极乐世界。我来看到大家虔诚在咧念佛，我嘛一定非常的欢喜，因为看到你在咧种下幸福的菩提种子，
将来有一天，阿弥陀迎接你个西方叫做世界成佛。当然，我看到你有光明的未来，将来成佛，我会替你欢喜啊！既然你念这句的南无阿弥陀佛，有佛菩萨的真欣慰、真欢喜，那你愈认真念，当然佛菩萨就愈欢喜，一定是对你光明普照。威神加持，保佑你现生啊，消灾免难，净福延寿，将来临终啊，心不颠倒，意不凌乱，正念分明，随佛往生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见佛闻法，一诸上善人集会一处，精进的。正悟阿毗跋提三不退转的菩萨，只因为念佛，行在这条光明的菩提大道，咱的人生充满了光明，咱的人生呢充满了喜悦，咱的人生充满了解脱。只因为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的称念，注意。安尼念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，有尊贵无？太尊贵啊！念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，有殊胜无？太殊胜啊！念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，有难得无？太难得啦！如果你知影这个道理，你都袂这样的认为，干那念南无阿弥陀佛鸟，听到这样的话，就知影讲。真多人对这句话的南无阿弥陀佛了解实在太有限了啊！酸椒当作玻璃，实在非常的可惜，也非常的遗憾。当这道场，当是将来意思，这道场是成佛的意思。世尊。当年出家修行，在菩提树下静坐参禅悟道，夜到明车开悟正果，成就佛道。所以世尊因为坐在菩提树下成佛，所以坐道场。就是成佛的意思，道场这两字也是成就佛果的引称。道场这两字，六祖文明的意思解释，就是成道的场所。咱进入三宝门中，不管亲近叨一个道场。这个道场就是要帮助你成道。当你在某一个道场念佛，这个道场就是你成佛的场所。道场不只是在人间有形有相的佛事、讲堂啊，这叫做道场。当你在你的家中念佛。你的家中就是道场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你念佛之所，就是道场，就是你成道的所在。所以人间处处是道场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行住正悟，习处住缘。任何所在、任何时间、任何因缘，拢可以念佛。念佛法门的殊胜便利，就是如此。当你伫灶骹洗菜、切菜、炒菜，一面洗菜，一面念佛；一面切菜，一面念佛；一面炒菜，一面念佛。你既是在做家事，也是在修行。
尤其是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因为殊胜方便，唔是讲你其他一切杂事放下，归心伫个佛殿坐咧念佛，才能修净土法门。唔免行住坐卧，时处住言，拢可以念佛，处处拢是道场。而且伫你个心中念佛，有一座无形的道场在你的心中，你行到什么所在，什么所在就是道场。你的内心一心安住在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方面，雕也阿弥陀，摩也阿弥陀，时时不离阿弥陀，处处不离阿弥陀。那你的心中拢是混合，混合不断，你不就是时时处处拢在幸福的场所之中吗？对不对啊？当然啦。所以将来一定的幸福，当在道场。这句话，世尊为咱念佛人授记，将来一定幸福。世尊在《观经分道理会》之文所讲的法语，诸位菩萨，你要相信无？未。那世尊既然在《观经》讲念佛的人将来一定会成佛，你肯相信？那你念佛会愈念愈欢喜未？世尊的话，大家咱相信，因为佛语是圣言量。世尊既然讲念佛的人将来会成佛，当然我为了要成佛，我就认真念佛啦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今仔日呢是新春大年初八，新春正月初一，咱台湾人逢寿一定会向亲友拜年。恭喜哦！恭喜发财！世俗人当然是恭喜对方啊发财啊！发财将来啊，真正达成目的啊！财产非常的多啊，享尽了荣华富贵。可是人间的荣华富贵，参生命平等。有生命才有一切，无生命就无一切。如果生命终了，再怎样的富贵有钱，能带得走吗？不能。所以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心。你再怎么有钱，都带不走的。所以这样的拥有，只不过是一时而已，非常的短暂。在大力佛法所讲的无常，你就会发觉，实在讲，恭喜发财，一心中好好啊思维，也无什么恭喜可言。如果生命只到了今天，你纵然拥有呢真济财产，有意义吗？无意义，因为今仔日即种呢，以这个世间呢，讲拜拜啊，那无了生命，就无了财产，无了生命，就无了一切。所以要真正达到恭喜的，必定要建立伫一个最基本之上，就是一定爱生命永生不死。诸位菩萨，你讲对不对啊？无论是金钱、财宝、权势、亲情，所有点点滴滴，若建立伫个永生不死、无量的寿命，才有意义，才价值的追求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才能达成这样的目的。在人间真短暂，只不过数十年的光阴而已。
人生的舞台表演呢，真短，七八十年的光阴。何况呢，有的人无通安尼食到七八十岁。过去有一位老菩萨，伊呢跟我讲，是，我得要死啊！我问伊，你有看到阿弥陀佛现前来甲你受记讲，当时要迎接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无啊？我来甲伊讲啊，安尼也袂咧，去年呢，伊过来甲我讲，是，我得要死啊！我佮佮问讲，阿弥陀佛现前来甲你讲，当时要迎接无？无啊，安尼你也袂咧，你好啊念佛，唔免急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件事。有阿弥陀佛在烦恼处理，阿弥陀佛一定会为你做上好的安排。是，我若得要死啊！临终的时阵，你一定爱来甲初念开始哦。好啦，做你放心，因缘的成熟，阿弥陀佛一定做上好的安排。但是，什么人要生死也唔知影咧？有道理无啊？不得了哦，反正是苏醒死哦。在死亡之前，咁一定是年纪大的人较大生死，有一定无？无一定哦，无一定。在明朝有一个园丁，只不过是13岁而已啊。园丁的阿静呢，叫做。圆弘道啊，是明朝一位修学净土法门、尽了不起的在家大德，真有学问啊！一心念佛，真自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圆顶只不过是13岁囡仔而已，病得非常的严重，在临终特别是进前啊，该个阿叔。圆弘道讲啊，阿叔，我患病到真艰苦，得要死啊！你爱救我。伊个阿叔呢，圆弘道甲伊讲啊，我哪有法度救你啊？唯有阿弥陀佛才有法度救你啊！你个莫管乱这个生命，你已经病到真严重啊！放下万念，赶紧的一心念佛。圆弘道啊，伊也兄哥圆宗道，就是圆顶的父亲啊，共同为这个囡仔圆顶啊念佛，念无偌久的时间啊，圆顶啊念佛念无偌久啊，竟然的看到莲花有红色的，有白色的，但是啊。因为病得非常的严重啊，所以佛号六字南无阿弥陀佛，念袂声会出来啊。有父亲的圆宗道甲伊讲，你那六字南无阿弥陀佛念袂出来，你只念一字佛就可以啊。圆顶呢，果然啊。念出一粒佛合掌，目睭起来，随佛龙经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有13岁年纪而已啊！这个故事记载在《净土圣贤录》，诸菩萨不是一定会活到70岁、80岁、90岁，真大的年纪才会下报，不一定哦。所以要有无上观，从无上观的带入到咱的念佛，你就会发觉人间实在，不论财宝、亲情、金钱、权势、名利，拢非常的短暂，也非常的虚幻，参生命平等而已，对不对啊？
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心存正义，找伊拜年，甲对方恭喜什么？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咱本愿三昧都讲堂的心存正义，找伊呢啊拜年呢，修仙呢啊，师传大家呢，阿弥陀拜年。啊，感谢阿弥陀佛过去一年来对咱的护佑，互人安尼平安顺遂，也有这个生命。在人间好好安尼合佛修行、念佛、拜佛，这一切拢是阿弥陀佛的护佑，是毋是爱甲阿弥陀感恩拜年，对唔对啊？当然咯，恁正个初一有甲阿弥陀拜年无？有。哎，安尼真好，恁确实是阿弥陀的好弟子啊。然后呢，连友互相拜年呢，唔是念恭喜发财，唔是，嘿，恭喜对方呢无量功无量寿，要安怎得到无量功无量寿呢？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因为阿弥陀这个佛陀对无量的功名、无量的寿命，所以甲对方拜年上好要念的念什么？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对上好拜你，对如此，所以念佛人将来一定会成佛。世尊讲，当坐道场，是不是将来成佛？这上大的恭喜，对不对啊？恭喜哦，恭喜哦，恭喜！啊，你会用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恭喜你将来要做妙音佛了。恭喜哦，这实在是足大的恭喜的。生诸佛家，生就是往生，诸佛家就是西方净土。甲等下咱看先了大师疏文的解说，就知影。诸佛之家，西方叫做世界。小大师呢，将观经的佛理解说了非常的圆满。诸佛之家，对西方叫做世界。诸菩萨，恁家是恁一家大小在咧大，可是阿弥陀的西方叫做世界，是诸佛以及一切众生咧大。安尼西方叫做世界，有价值咧咧求生无？有啊，诸佛如来之家当然真价值咧咧一心归命求往啊。所以，当你了解诸佛之家的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，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拢发愿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咱是凡夫，咱若知影西方极乐世界有诸佛菩萨发愿要求生，咱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感觉非常的庆幸。也非常的光荣，对不对？在《华严经》普贤行愿品啊，讲到普贤菩萨啊，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见我临意命中时啊，尽除一切诸障碍，面见彼佛阿弥陀啊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即首偈上法语啊，就是普贤菩萨发愿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连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龙树菩萨、天亲菩萨、马明菩萨。各名妙行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基婆伽菩萨，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诸位菩萨，那西方极乐世界有价值的，你求生无？有，有。连这大菩萨都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何况咱凡夫，怎能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？所以。新村有足侪人利用啊，真侪假日甲国外观光游览，
甲关公圣地呢，游历。我甲你讲，你若真正有兴趣呢，关公游览嘛，我建议你好好一心念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因为在阿弥陀佛的国土西方极乐世界，有足济诸佛菩萨往生，有足济念佛人往生。敢若西方极乐世界有了心足通，可以化身千百亿，每天啊，甲诸佛的国土以善会供佛，而且上供诸佛。受诸佛的教化受记，将来成为妙音如来，而且下化众生。你看那西方极乐世界，有了神通，能够护佑生生世世六亲眷属。你就是对这世的亲友非常的眷恋，也有菩萨的神通道力。何有出世亲友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利益这么殊胜？诸位菩萨，你有要往生无？有爱念什么？南无阿弥陀佛。答对了100分，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这段观经分得离会之文，世尊为咱念佛人受记。将来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成就佛道。专门是在他一遍，然后做结论。若念佛者，当地处人，即临终分得离会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，同齐道场成就佛家。念佛人，就是临终的分得离会。就是临终稀有难得的人，念佛人就是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的善亲友。念佛人将来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成就佛道。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安尼。诸位菩萨，你知影这段经文的意思啊？那念佛有殊胜无？太殊胜啊！阿弥陀佛，拍无我赞叹。知影这样的道理啊，大家拢欢喜念佛，大家拢喜爱念佛，因为念佛将来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。那有的人会安尼甲人讲啊，哪有可能念一句佛呢？那么阿弥陀佛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哪有遐简单？这种的话，参观经这段经文是相应还是不相应？不相应。不相应。请问诸位菩萨，那么听世尊的话，还是要听别人的话？听世尊的话。听世尊的话，这段话啊，将经文呢浓缩为四句话。那你就真明白世尊开始这段经文的意思。若念佛者，当地处人，当坐道场，成就佛家。这段话浓缩为这四句，那讲真浅白简要的结论：念佛的人，将来一定往生成佛。就是如此，对不对啊？世尊的话，你要相信无？我要相信，所以我安安心心念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诸位菩萨，这段经文呢，都等于只要甲写伫个你的面床头，不是啊？要困的时阵呢，读一遍两遍。牢记在心，老人甲你讲，某某人，你念佛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，哪有可能？你着将这段经文读给伊听，然后解释给伊听，将伊错误的低见观念纠正过来，
安尼你就是伫咧算法，嘛是慈悲伫咧度众生，好唔好？好，啊，真好。好，咱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，下面就先来谈说疏文的解说，过来进一步深入了解啊这段经文的含义。像来说伫疏文讲。将六念佛正下之生住加以来正显念佛三昧功能超绝，是为十善得为比类，即有奇故。这段疏文啊，像来说呢，将念佛以十行做一个简要的分别，赞叹念佛是殊胜。像来说，那只要讲到性情分判的道理，一定是赞叹念佛的殊胜。佛法虽然有无量的法门，道理禅师在安乐经呢，判世尊的一代师教为圣道门与净土门。圣道门就是念佛以外八万四千法门。净土门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法门。小来师将世尊的代师教判为正行与杂行啊，念佛就是正行，修持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杂行。所以在这段疏文，小来师讲正行念佛三昧功能超绝。是非十善得为比类，讲到白话意思就是讲，念佛法门是非常的超越殊胜，不是十善法门可以比较。那像大师将圣道门与净土门做一个比较，当然圣道门。比较无殊胜，净土门比较殊胜，因为只要有两两相比，都殊胜以下乱的差别。只要两两相比，都有乱的差别。譬如两个人，若站斗阵一比较，就会显示出。其中一个人生了较高，另一个人生了较矮，或者是讲，其中一个人生了较大颗，另一个人生了较瘦，或者是讲，其中有一个人生了较水，有一个人生了较歹。只要有比较，就有胜劣之分，对不对啊？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那么从圣道门与净土门做一个比较，小大师在这段疏文讲了非常清楚啊，念佛三昧功能超绝啊，功是功德，能是能力，念佛有什么功德能力？一旦到念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安尼念佛的功德有大无？有。对这句话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深入了解啦，绝对呢真放心，一向专念南无阿弥陀。伊这句话的功德要度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足足有余。可是对这句话呢，无深入了解的人，心中会安尼疑问：，干那念一句话呢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功德敢有够？我经常听人安尼讲，这就是对这句话南无阿弥陀也无深入了解的人，才问诸位菩萨，这句话好，要道理西方极乐世界功德有够无？当然有够。啊，若无善导大师袂讲念佛三昧功能超绝啊，超是超越啦，绝是绝胎啊，也就是。即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，要度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功德与能力实在非常的超越啦。那
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当然的，对不对啊？对，是非十善地位比类，是自力所修的定善善善可以为比，也就是讲，自力所修的定善和善善，参他力念佛做一个比较，实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非常的殊胜。所以大师的话，你要相信吗？我要相信，所以我要放下自力，我要提起他力，也就是我要选择念佛作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行。所以大师的话，你要肯相信，当然你就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继续看下面的所文：一名专念弥陀名号。这句所文就是解说经文六念佛者。经文世尊只有讲六念佛者，可是的所文善导大师是解说专念弥陀佛名，可见只要六讲到念佛，善导大师是主张专念，也是主张杂念，专念嘛。所以最近呢，书的方法啦，经常传授听经文化的信众念佛的要领。念佛的要领呢，就是我下面所要讲的两句话，为了加深大家印象，请大家带书来念一遍，好唔好？念佛的要领就是，逐天定定念，千万唔好细细念，逐天定定念是念什么？念阿弥陀佛啦！逐天念阿弥陀佛，当然就是专念啊。早时念阿弥陀佛，下晡时也念阿弥陀佛。暗时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如此。安尼就是专念啊。如果呢，你一群啊念阿弥陀佛，一群啊念观世音菩萨，一群啊念大势至菩萨，一群啊念药师佛，一群啊念啊地藏菩萨，一群啊念文殊师利菩萨，一群啊念普贤菩萨，一群啊念大悲咒，一群啊念十小咒，一群啊念。子孙一群啊念金钱，一群啊念财宝，一群啊念五欲，安尼就叫做杂念，也就是细细念。杂念会用讨厌哦，做父母的伫咧管教子女啊，如果呢伤过杂念，子女是会讨厌，会啊袂？所以啊。就建议大家呢，要好法啦，罢不管老菩萨的修行，罢不管老菩萨的修行呢，就是逐天专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什么都唔管，什么都唔念，就是要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罢不管老菩萨真自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诸位菩萨，咱的内心就是杂念伤多。咱的内心就是妄想心多，因为啊，咱观了太多了，念了太多了，佛号念太少了，所以将心安住在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心专念。上来说教咱专念弥陀佛名，你若倾听，我跟你讲，你是有善根的人；你若倾做，我跟你讲，你是有福报的人。所以啊，大家认真念南无阿弥陀佛。你明知暂定念之念，这句所文是一个解说经文，动地处念，知暂定念之念，就是念佛念。念佛念，大家赞叹。小大师的所文一句一字，用意拢相当有意思啊！确实，小大师非常有学问。经文世尊讲：“当地处理，
可是苏文杰的老师呢讲啊，积攒能量之力，也就是能够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，是大家赞叹的。所以诸位菩萨，你有想要和阿弥陀佛、和释迦牟尼佛、和观世音菩萨、和大势至菩萨、和师给你赞叹无？有，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就是大家赞叹的人，因为你将来的成就妙音如来，所以大家庆幸伊赞叹啊。诸位菩萨，做人较好，还是做佛较好？做佛较好。做佛较好啦。做人哪有啥物好啊？做人啊，一生呢受尽生老病死的折磨，为人呢病甲好的医袂好啊，啊死的死袂去啊。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啊！简单的说，才讲一个悲惨的故事，哦，大家听。真可怜的人，若无这句份号，实在是非常的可怜。时间已经到了，简单的再讲给恁听，好唔好啊？好，时间到，用嘴报个家，最后大家一心念佛，往生净土。南无阿弥陀佛。